红旗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想了一主意。您说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？您说说看呀。我呀，我想带你跟小程回内蒙。包头这地方呢，虽说我们家情况一般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家有暖气呀。啊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呀。真的？啊，你同意呀？哎呦，那这赶快给桂生打电话。 让他给买票。哼，哎，那妈，我是不是也得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声啊？哎，等等等等，啊，你可不能给你妈去打电话，你妈那人不好惹，她要知道还能干呢。啊，那我也得跟她打声招呼啊。这么着，你就跟她说呀，是太奶的意思，想小程了，让我们回去。你千万不能跟她说什么住煤气呀，这儿冷啊，这话不能说，那还得了？一说，说我没把你照顾好。嗯。 妈，要不然你给我妈打个电话得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打电话，那我这一打电话不露馅了吗？可我不会说谎啊。你这孩子说的，什么叫说谎啊？这可不叫说谎。我跟你说呀，当妈的呀，全心疼闺女是吧？那你也得体贴体贴你妈。再说了，这就是太奶奶的意思，她一直让小程干回去呢，真的。 这事儿就这么办了啊！这也是体贴你妈呀，嗯。哎妈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过两天我们可能去包头住一阵儿，嗯，太奶奶的意思。太奶奶的意思？我不信。是你婆婆的意思吧？ 别瞎猜了，真的是太奶奶的意思。红旗，我可要提醒你啊，孩子这么小，经不起折腾。孩子万一生了病怎么办？你考虑过吗？现在只允许生一胎，三思而后行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什么，妈，我还得回去喂奶呢，不跟你多说了啊啊，就这样就这样。 红旗要把小程带回内蒙。哎呦，这孩子这么小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说你休息会儿行不行啊？别把革命警惕性提得那么高。我这是一个做母亲的直觉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？还亲自去调查取证？ 再跟他婆婆吵一架，嗯，行了，我的事儿你别管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要闹啊。红旗的事儿你去了，那会搅和得更深，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嘛。你这定票，我自由主张。哎，我说你，爸，你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能挺好吧？还行，您还是不睡着？ 红旗，哎，我让你给你妈打电话，打了吗？打了。哦，那你妈怎么说呀？她说，肯定是您的主意。哟，你没跟她说是太奶奶的意思啊？我说了，她不信。那你跟她解释解释嘛。我怎么解释？我不是不会撒谎吗？ 你这孩子怎么叫撒谎呢？人呐，得学会变通变通。你说，你妈在四川啊，咱们在北方，你能跟你妈说这儿那么冷、没暖气，我们受不了，她能解决问题吗？真是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怕你妈担心吗？我也不会说，你也没教我，我都按您说的做了。 我告诉你啊，桂城呢，买了下礼拜一回包头的票。哦，哎，妈，对了，那个包头有没有市级大医院呀？还有咱们家住的离那药房远不远呀？买药方便吗？哎，我说你这孩子啊，打了一个电话想反悔呀你啊？我说你那妈怎么能这样呢？人家的妈都是为了孩子好，你这妈倒好了，一天到晚的挑拨。
怎么跳拨了？他怎么跳拨了？他说明也是他的自由啊。再说他也是为我好。文红旗，我告诉你，你回不回包头无所谓，小程必须给我回包头。我跟你讲，生气啊，影响内分泌，到时候你那奶啊回去了，我儿子不得断粮啊！你还把不把我当人啊？我就是粮仓啊！你们一个个的，还把我看不看成小程的妈呀？什么事都要管，听你们的好。要不是为了小程，我才不忍呢！小点声，抽风了你、啊！我抽风，我抽风。你也不问问怎么回事？那怎么回事？你妈非让我跟我妈去撒谎，那我去撒了，我妈不开心，你妈还更不满意了。我忍着她没说什么，她倒还给我摔门。还有你，一进门也不问问情况，这就数了我。好，我不对啊，是我不好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，原来是他们俩的事儿。什么他们俩的事儿啊？是我在受夹板气。你倒会说风凉话。好，好，你受夹板气，你受夹板气，你受罪了，你不好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你不好，你受罪了啊！你委屈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不想想，他们俩是谁呀？是咱们俩的妈呀！轰也轰不走啊，说也说不得，那只有当祖宗供起来呀。我还没供着他们呀！啊，你供着他们，你供着他们，所以你受委屈吗？啊，你供着他们，我供着你啊！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。哎，对了，红姐，咱们俩多久没有那什么了？那个。讨厌！我这挺严肃，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不是，我也挺严肃啊。我跟你说更正经的事儿，这书上都写着了，说夫妻俩如果长时间的没有那个什么，然后会导致两个人的感情，是吧？我觉得我们俩应该……别，你妈刚出去，肯定没走远。知道，红姐，我妈那么大岁数了，什么事儿没见过，她肯定能理解。要不然小程从哪儿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呢，尽尽妇道；我呢，尽尽丈夫的责任。亲一下，抱一下。哎呀，抱我吧。妈。啊！那个什么，就我给小程去买药去了，带常规药，你到包头去啊！哎，你看看，我还没买盐，咱得坐上再买盐。哎妈！哎呀，我知道你在哪儿买，我去买啊！哎，快去，衣服，衣服。好，我知道啊。快上点啊！那个，这药太好了，那我挎包里去啊！哎呀，你看今天说好了吃包饺子，我剁白菜去，我剁白菜，真是。